林俊逸的爸爸嘛。是。我是梁敏妮妈妈。你好啊，梁太。我一直都觉得你成日都望住我。会啊，边有啊？是有啲怪吓。冇冇冇冇冇。如果是你先生听咧，你就话揾霞霞。咁都叫肉酸？嗯。衰嘢啊！太快啦，太快啦。你听啊，系咪好味嘅嘢咧都系冇益噶啦？即系唔啱嘅嘢咧，你好想去做嘅，上你屋企。留佢喺身边就系自私啊！逼佢留喺自己身边。才是自私。如果你觉得辛苦，你可以开声的嘛。我 OK。他们不喜欢，又怎样由拍拖去到结婚呢？咁时间耐了，咁好多嘢会变噶嘛。我是你老婆嚟噶，你乜嘢你都不想知道，你点做人哋老公啊？其实你两个人可以在一起，然后结婚，而不应该因为结婚所以在一起噶嘛。爱佢，应该要放佢走。